比赛的最后一天，我们要绕过塔斯曼岛进入海湾，穿过风暴湾进入河道，最终越过终点线的黄色浮标，到达霍巴特宪法码头。最后一天的开场很平静，我们喝光了最后一瓶橙汁，开始检修发动机，为进港做最后的准备。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一天才是这次比赛最痛苦的一天。就在我们接近塔斯曼岛降下球帆的同时，竟然发现我们被一大团浓雾整个罩在了里面，四周能见度最低不到1公里。 GPS 海图上显示我们距离塔斯曼岛已经非常近，如果不能把握好方向，很有可能会一头扎到岛上去。甲板上的五双眼睛和船舱里盯着海图机的船长在大雾中拼命地寻找塔斯曼岛的踪迹。幸运的是，大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壮丽的塔斯曼岛也如约出现在我们的右前。当时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了，直升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岸边的那个悬崖被烟雾笼罩着，时隐时现，哦，那个风景实在太美了，就像《权力的游戏》里面那种场景一样。但是大家在看美景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又没风。这个在进入这个海角以后是非常常见的，几乎所有的船都会面临这个情况，就是一会儿有风，一会儿没风。有的地方有风，有的地方没风，所以在这儿你可能除了策略之外，最需要的是运气，而我们可能运气没那么好，一下子掉进了没风的区域。我们船上最有经验的 David 花了大量的力气去更换帆的配置，换帆调帆，甚至我们每个人在船上移动的时候都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船发生一点意外的晃动来影响帆的形状。哪怕我们这样用了所有的努力，还是花了2个小时才慢慢进入到有风的区域。但是当我们刚刚进入有风的区域的那一刻，听到了电台里面传来的风暴警报，马上会有100公里每小时的暴风，加上雷暴，加上闪电，会出现在我们前面。因为没有多少时间去准备，大家马上去更换上航海靴、航海服，全套的装备装好，到甲板上开始压弦。我们把主帆整个降下来，减少受风的面积，只用前帆行驶。哪怕是这样，我们的船倾斜的仍然非常非常厉害，所有不掌舵不调帆的人都必须压在船舷的另一端，让船尽可能保持平衡，不要翻掉。就这样，我们在风暴暴雨电闪雷鸣的状态下过了一段时间。等风暴过去以后，很遗憾我们又进入了没风的区域。当时真的很无奈，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办，它就是没风。
在靠近河道入海口的那个第一个浮标那里，我们又获得了一些风，终于可以快速入港，进入河道，又开始无限的努力，不断的来换帆、调帆、换弦，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后面还有两条船在紧追不舍的追赶我们，后面那条船明显比我们好，船员也比我们多，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就当他快要追上我们的时候，我们用尽了各种方式还是被赶上了。而且更不幸的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有风，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又没风了，我们只好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地看着他们远去，而我们在挣扎地往前找风。这就是现实，现实之中的差距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老天爷规定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风在哪里，风的好坏，这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事情，我们所能左右的事情只有我们手上那根绳索，什么时候拉得紧一点，什么时候拉得松一点，涨多的时候涨往左几度，往右几度。如果是我们同样的一条船，我相信我们不会输，但是船本身的差距也有。另外，我们虽然隔了只有 几十米，但那边就是有风，我们这边就是没风。难道怪海神不帮我们，还是风神不帮我们，还是天神不帮我们？怪他们都没有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尽我们所有的可能，快速地往前冲，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让它去吧。终点线的浮标就在眼前，大概还有1公里不到的样子，前我们却停在海面上不动。你可以想象那种心情，真的是绝望透了。当时船上 David 在说，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儿。如果我们那天晚上真的停在那儿看着终点线，所有人肯定都要疯了。好在老天还没有抛弃我们，又给了我们一点风，我们开始快速冲线。但是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所有人没有感觉特别兴奋，因为浑身累透了，汗水雨水根本就分不清楚，只能说至少我们完赛，士气非常非常低落，因为大家真的浑身酸疼，浑身湿透，只想快点上岸。直到我们入港的那一刻，发现岸边上所有的人在为我们鼓掌欢呼，在迎接我们，我那个时候感觉一切努力都值，而且我们完赛，一种自豪感终于涌上心头。让每个人都开始互相欢呼，互相鼓励，互相拥抱，跟对方讲我们到了，岸上有好多人在迎接我们，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但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比赛而来。我想这也是航海精神的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只要你是航海人，只要你是个水手，不论你的国籍，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的经验，每个人都会为你欢呼，为你庆祝，因为我们终于完赛。当时我们到了以后，踏上岸的那一刻，真的想趴在地上感受一下这个不会晃动的地面。当时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先来上个3大杯啤酒，然后回去睡他个10几个小时。That's, that's
That's the biggest mental support. Get the energy going. It's a big challenge. It took us just over 4 days. Really happy to have finished it. And it was, the crew worked hard. There were some tough passages and some nice passages. Yeah. But we got there in the end. We had to work hard today. We had no wind and then really strong winds. We had a few mishaps and a few breakages, but we got through those. This is my 10th Hobart. I had the last one 25 years ago. So it was a good trip. We're glad we're here, and that's the fastest time Galaxy's ever made it to Hobart. Thanks, Trey, for your help. Thanks, Hobart. So it's pretty good. Enjoyable. A good meet, Trey. Pretty amazing. Hard work. 3 hour shifts at night. Some days sailing, it was like a dream, you know, you're just powering along and the stars, the clear sky and stuff was amazing, just beautiful. And other nights it was really scary and big waves and big wind and the boat's not handling well and people climbing to the top of the mast in the storm and it's pretty hairy stuff. A lot of frustration, like when the wind stops and the boat stops, like, you know, a few hundred metres from the finish, we stop. It's like, oh, crap. And on the boat, you feel really quite stable. Now I'm standing here, it feels like the dock is moving. Me too. So I think it'll take me a few days to recover. It's amazing. 这艘船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参加悉尼霍巴特了。过去最好的成绩是4天18个小时，但今年我们完赛的成绩是4天7小时54分10秒，也就是说整整提高了10个小时。10个小时不是一个小数目，10个小时速度快的话，我们可以航行50到100海里，而整个比赛的航程才600多海里，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航海人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虽然在颁奖礼上我们没有上台领奖，但是当劳力士颁奖礼上面的官方视频放起来，里面有我们船的画面的那一刻，当时还是觉得很自豪。对我来讲，参加这次比赛并不只是在我的航海记录本上又多了一条，而是让我能够更深的体验帆船它不仅是一种休闲的方式，也是一种挑战的方式，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挑战团队的方式。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很累，甚至有点太辛苦，但是很满足很爽。 Well, I think it's great to see so many Chinese sailors starting to come. When I did the Olympics in Qingdao, all those years ago, it was just sailing was just starting to come along, and the Chinese sailors have really adopted the Sydney Hobart race, and we get a lot of them every year now, so it's great to see. Unfortunately, we only got one Chinese sailor this year. Yeah, please come.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to help, just let the club know.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get our Chinese friends down here to sail in the Rolex Sydney Hobart Yacht Race. Ni hao. Welcome to the Rolex Sydney to Hobart Yacht Race.比赛结束了，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只是一群普通人，会犯错也会受伤，会沮丧也会生气，骂起人来脸红脖子粗，我们拼尽全力，即使知道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我们只是一群普通人。但是挺着啤酒肚的我们不油腻，帆船和航海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让我们敢于和奥运选手同台竞技。现实面前脆弱不堪的我们不服输，即使正在被超越，我们也从没放弃努力。孤帆远航的我们不孤独，整个世界和大海
都是我们的伙伴，让我们与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把酒言欢。航海的世界是如此不同，航海对一个人的改变也远不止于此，而剩下的就值得你自己去体会。